不断的提升电视录影的时候美食标准的电视圈最会吃东西的全民最大档的各位明星，好，你好。我今天再度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他们不是九点钟的现场节目吗？所以照理说应该吃不到晚餐，应该很忙不是吗？就是你们几点钟到摄影棚？七点半不就应该开始看剧本，然后化妆吗？你们有很复杂的化妆过程？我们下午要三点半就已经剧本都看完了。对，那另外一种事情还没发生吧？哎，所以你们到摄影棚用餐时间多长？用餐时间大概两个小时。看剧本，节目开始我再上。然后化妆呢？你说像我们那种都这么熟的人，还需要看多久啊？白云他看再久也没有用。对，所以我们就基本上看五分钟就看完。所以当初开始发展出，在这么珍贵的时间之内，依然要花时间吃东西，是哪一位造成？这位啊，陈汉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讲得好。他没有要配合你。陈哥，他没有要配合你。谁？陈汉典，对，就是陈汉典讲的。所以你现在干什么？你还看不出来吗？陈哥，新大主厨啊，型男大主厨，就是那个主持人啊。你看看，哎，阿基斯，你看看阿基斯吗？阿基斯，不是，我是詹姆士啊。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一直用他呢？我也不知道啊。而且下次他模仿谁，可以拿个照片或者是贴着。当初开始的时候，一心打定主意，就是你向来在电影圈就是要吃好吃的，要吃好吃。还是已经到了这个系列的节目？没有。我觉得这个你辛苦的工作哈，你每天呢，你在家吃饭的时间很少。是。如果你便当准备的不好，那真的对不起家人。可是听说他上次在康熙介绍过美食之后，他现在在各餐厅就是横着走哎。对，可是他刚才那段话我听不懂哎，便当准备不好，为什么会对不起你的家人？因为家人都准备很好的饭菜等你吃饭嘛。就却吃了垃圾的话，那对不起家人。所以你说，意思是说？这么辛苦，在吃饭时间要上班，然后还吃不好的话，整个 keyboard 机卖都不要多容易啊！是意思？这个意思是他的意思，我从来没怎么。只要有人在化妆室，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便当订错了，或是比方说不该加什么东西而加什么，他立刻一干掉，所有人就没有录影的心情。对，这个不是吃一个蚵仔面线，是蚵仔面线里面放点香菜，正常嘛？把那个订蚵仔面线的人赶出去，正常嘛？你现在告诉我，谁规定吃蚵仔面线一定加香菜？谁讲？吃蚵仔面线不加香菜，它的味道就不行啊！对啊，然后蚵仔面线谁规定香菜一定是香的？我看香菜我想吐。台哥，我真的很不敢相信哎，你是我心目中的老饕，你竟然不吃香菜？没有办法吃香菜。那你根本不懂食物啊！你太不懂食物，你怎么吃香菜？香菜是提味，香菜是小孩才不敢吃哎。真正的美食家一定要懂香菜。美食家没有人吃香菜，那你就错了呢。你不要，我们摄影棚里面就是这种气氛。我们吃香菜的人举手好吗？吃香菜举手，吃啊吃啊。吃雪糕要吃香菜。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汤永兄他对于这个文学方面比较了解。是。唐鲁孙先生有说过对香菜的评语吗？有没有说过？哦。有没有说过？没有。你抬出唐鲁孙来干嘛？好不好？他是美食家，中国第一美食家。你2016上的猪血糕你也不加香菜哦？猪血糕加香菜。不会吧？你带脏的好不好？吃自己鼻，吃自己鼻啊！我问你，猜猜。你台南米糕加不加香菜？不加香菜。你吃饭你以后都来碗香菜吗？你会这样子？脏话骂完，你加不加香菜？加什么屁的香菜？姐姐因为他排挤香菜的程度是你们都不可以吃吗？对啊，对，他连闻到都不行，他连看到都不行，他连听到都不行。香菜，香菜，香菜，他就把他赶出去。上次有人那个流星花园，他讲女主角是香菜，他只是发音不标准就被他赶出去了。可是把香菜挑掉就算了，别人还是要加香菜的啊。香菜就放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香菜加进去就是香菜，会染。香菜这个香菜有多严重啊？一个菜好包的，好菜，香菜进去什么都完蛋了。他跟云嘉南那边在种香菜的那个农民犯冲，他真的要道歉。不是这样，我前些天香菜。不是我，农委会会找你沟通。我跟你讲，香菜其实只是附带种的，它还有种萝卜。哎，你们台哥，我今天对你大打折扣哎。真的假的？因为香菜很重要，很能提味。吃香菜，我吃，而且我很爱。你很糟哎！你懂美食吗？你品味才低劣嘛！低劣，我美女跟你讲说吃香菜吧，你为什么不让步？我没有办法。你试试看，你有没有尝过啊？我跟你讲，我其实不吃香菜是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情。
台哥，你真的现在在餐厅就是被他们奉为上宾，不敢得罪你吗？那倒没有，就是说有些是你一进去的时候气氛是怎么样？气氛非常好，融洽。所以会安静下来，然后就看着你进来吗？也没有，因为我们有上过这节目嘛。哎，他们就说，哎呦，台姐你好像对便当还蛮哪那么客气啊？应该是，哎，给你台姐来啊，坐坐来，上菜上菜。没有这样，没有这样。你干什么？讲得好。你干什么？讲得好，需要你这样讲吗？大家应该也觉得。哎，今天你很勇敢，台哥在你一直力求表现。哎，台哥他好认真哦，他模仿里面还有加垫子，你有没有发现？有，他那件垫子是我的衣服。跟台哥借来用。而且他刚刚垫的时候，他没穿内衣，我还揪着他。对对对。穿了两件。郝柏村就穿那件。对，就是这件。黎智英也是穿。所以你们都分享这些道具，因为我们只有一件，钱都拿去买便当了。好，所以进餐厅的时候，气氛是他们会劳驾主厨或者是经理出来要招呼你吗？也不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台中的一个餐厅，那餐厅真的很棒。OK， 然后我在吃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几个朋友在吃，然后后来他老板来了，他老板很早来的，他说台姐，我听到您来了，我赶快来，你做菜来给我，我说菜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真的也是。所以你说你去吃完，那些厨师都会在那个厨房这样默默看你的反应，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因为有些，比方说我们去港式餐厅，有一家啦，就是我也常常去，只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端进厨房去的时候会惊动。不，我会跟厨师讲说，哎，你今天这个味好像不对哦，不是你烧的吧？哎，真的不是他烧的。那万一是他烧的呢？他不敢是我烧的。想到那个厨师都不敢承认是我烧的，是我烧的。如果当时是我烧的话，我就在去。第二口就香了。万一吃到这家餐厅整个普遍水准，你就是觉得真的不行的时候，你走的时候会讲几句客气话吗？他哪会客气啊？也不会。这家店应该关了吧？他在卖什么东西呢？他就走，他脸会很臭。会这样吗？没有，他吃到不好吃的东西，脸色完全是。因为你会开餐厅，也不至于到难吃到那个样子。有啊，不可能嘛？还是有些餐厅有是这样有吗？对，很难吃。你看他就是这样子，我不会这样。我们不能再聊，因为菜要冷掉了。今天菜非常精彩，我看到整条的红烧鱼的时候，我就吓坏了，怎么会拿出这样的菜进来啊？你端起来我看看。所以，哎呦，今天各位大哥们，然后他们的就推荐最好的餐厅，他们觉得最好吃的菜，红烧鱼是哪一位推荐的？杰辉，进棚这个很危险，因为冷掉以后味道会完蛋哎。所以今天我推荐这三道菜，即使是冷掉都还非常好吃。鱼怎么可能？你不信吃吃看。就是它温度不不是，但是今天你是不是 focus 在便当？对啊，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便当里面塞一条鱼这么大？大一只的。我没有 focus 便当。我们今天是介绍美食。今天介绍美食啊？对啊。那我本来介绍排斥的。怎么会这样子呢？没有啊，因为他们要排挤你，所以他们骗你说只是我就是变态，我们才想排挤你。所以这一家听说是那个许杰辉觉得台北最好的上海菜，对，然后他把那个美国总统端出来压我们。哎呦，跟美国总统有什么关系？因为那克林顿他就职典礼的时候，有请这个冯师傅去帮他处理东方美食区，也就是招待来自东方的这一些宾客。所以他是一个也有这只鱼吗？真的，我向台哥求证，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人家不好，因为冯记我真没去吃过。嗯，那我改天我要去尝一尝。没问题。但是我想的美国人吃得懂的，但是那个菜应该好不到哪儿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有来自世界这么多的这些宾客，那他就负责招待东方美食区。对，你懂吗？等于是最能掌握东方美食的。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克林顿招待那个曼德拉，他们两个吃着中国菜，他们能懂吗？一个南非总统是不是不能懂？店内的墙上有挂照片吗？克林顿的有。哎呦，然后你去到那家店，你会觉得好像到那个国民党的党史馆，因为几乎都是那些国民党的大政要。对对对对。那我是不是有去吃过？你发现这个店是因为克林顿跟你讲的吗？不是，是因为我认识这个老板的女婿。他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我发现叫他端菜，他就安静了，他动不了。真的。哎，你这个口水没滴进去啊？没有，他怎么？我刚刚没戴口罩，戴口罩，我刚刚没讲。重感冒，对不起。所以你说，我是认识这一个老板的女婿，一刚开始。OK。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说带我去吃一家餐厅，就到这边一吃，哇，我就觉得好吃到很想再跟他合作，在内湖也开一家。你推荐的台北最好吃的上海馆，然后台哥没有听过这家餐厅，你觉得台哥心里是什么滋味？
不是，因为他讲的是永和已经过桥了，台北县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你会自诩说台北市的话，你就全部都知道。也不能讲全部嘛，大概走的就是这三十几家餐厅。可是真正的老饕不就是应该去巡线查最好吃的烧排菜？可是你要去看呢，你要去查，要花时间。听闻闻问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啊。是，就那也要看他最近有没有运动了，因为如果他太胖的话，他就不太想走。你拿出这条鱼来，是希望各位饕客们他们吃了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红烧鱼就是红烧鱼啊，会厉害在哪里？那就试试看喽。真的假的？红烧鱼冷的好吃，那就真的好吃。试试看嘛，大家试试看。不容易哦，好不好？那鱼哈，如果冷啊，不发腥的话，其实它就是一条好。而且那个豆腐跟它的大蒜，很值得你尝尝看。今天康熙为了克服温度上的问题呢，虫，你连煎的鱼能不能煎快一点，可不可以？你什么身份？你自己就先挖了。我是挖给，那你把台哥，我挖给台哥的。你去煎的那个部位不是我想吃的。你真的不懂鱼，你们好腐败哦！你们是后宫吗？虫，你根本就不在这吃鱼。我跟你讲，鱼最顶级的是哪一款？别动那鱼！别动！我跟你讲，鱼啊，最厉害的就是腮帮子这一块。哎呀，还有鱼柱啊！好了，你干嘛？你怎么不给台哥吃？你吃掉了。怎么样？好吃吗？不错，真的好吃，最好吃。好吃哦。对，要不要配一点饭啊？然后你，他这个鱼肉哈，不要冷了。你要煎多久啊？传过来可不可以？传过来。来。所以没有关系，台哥还有另外一个脸颊啊，不是只有一个脸颊。台哥，上海菜你懂吗？上海菜可以啊。你啊，上海可以。你们对台剧的尊敬是假的，因为是那个这鱼下巴有没有？鱼下巴他在烤那个鱼下巴，你知道？你看这个地方，多吃一点。你看鱼下巴，哇！来，台哥来，你也快，你试试。台哥，给你一个尾巴，好不好？我跟你讲，最好的都给你了。啊，这个还真的，来，真的要滑顺，对不对？你们上海菜他们分很多派别，本帮菜或者是海派啊，什么。说得出所以然来吗？安心啊，好吃吗？好好吃啊！真的吗？什么好吃的点？就很嫩啊。有没有腥味跟土味？没有，很正。所以听说，你说台资源如果吃到难吃的会骂人，吃到好吃的也会骂人吗？对啊。为什么吃到好吃要骂人？因为好吃的话他怕胖，他就说。怎么可以这么好吃的东西来？然后如果他吃饱了来录影的话，他也会生气。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再吃，就懊恼没吃到这一次。我已经吃饱了，他就是一个会生气的老妹妹。你人格很扭曲哎，好吃味道。可是我觉得今天要看这鱼怎么样，应该是要看你怎么说吧，因为你不就是上海人吗？弄上海人吧，他上海人。而且你那么刁蛮。对啊。刁蛮不是形容你，公主之类的。我还没看。可以了。什么事？还撑着？还没撤？还需要这样？不是，我跟你讲，这里还有怎么鉴定呢？因为那个汤汁啊，汤汁要搅一点，要拌饭这样子。饭煮的好吗？哦，你这太失态了吧！哎呦，很多别的客人在，你拿汤汁拌饭这样，我是不管客人。这个是有水准的表现吗？好吃，懂吗？要注意一下哈。你在干嘛啦？好吃，台哥才会这样。最顶级的吃法就是这样了。不会是拌在一起吧？对啊，很正的。就跟我们家喂猫喂。对呀，你这小孩在桌上会被家长骂。我跟你讲，是碎碎的。你只差没有把鱼刺放在里面。哇！哎，你好适合拍美食广告。哎，好好吃哦！可以台上克制一下，因为今天很多菜哎。哎呦，不得了，这个菜！你不要放下就把，你一道菜配一碗饭，你这样要吃十碗饭啊！对，刚刚那个老板，我错了，克林顿就叫你去是有原因的，曼德拉也爱你啊，是不是？怎么样，上海人吃？哎，怎么样？怎么样？非常好哎，冷掉竟然还是很好吃。怎么样，它的奥妙之处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它的奥妙之处是因为你一般。如果鱼本身非常厉害的话呢，它有的时候鱼的味道，它的汤汁味道不一定会进去，汤汁，所以你吃的只会觉得说哦鱼好嫩，可是它跟汤汁没有关系，可是这个鱼烧的好是说它的味道进去了，所以鱼很嫩之外，鱼肉里面有汤的味道，哎呦，所以它吸收了那个肉，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是，胖哥，这个时候啊，你在吃到这样的时候，你就需要马上再夹一个什么，夹一个那个叫什么辣椒香肉。就在旁边有没有？没有辣椒香肉啊？没有。如果说有的话，如果有的话，什么叫如果？然后再来吃一个大煮干丝，有没有这样？这样吃，
你不要管人家怎么吃。然后马上喝一个那个腌卤先。那个曲杰辉希望你尝一点豆腐。豆腐我还没尝过。我叫 S 尝，我没有叫你尝啊。豆腐好入味哦，真的哈，因为很多餐厅豆腐都给我不入味。他这个烧得好，就台哥你确实没错，豆腐拌饭这样搅在一起，搅烂来端盘子，重，豆腐好，美食多好吃，台中人的表情超明了。有没有帮我们服务到现场来，把推荐的菜能够用现场的温度就很好棒啊！哎呦，今天特别请他准备几个，就是一个是那个瓦萨比的烧肉，那有可以牛可以猪。瓦萨比牛肉很好吃哎，台资源吃饱了，台资源吃饱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刚把饮料喝完了。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听说这家餐厅永远都人满为患，对不对？就是你在吃的时候，然后旁边会围很多人这样看你，这样气氛太紧张了。就是生意太好，所以你不能在那边把酒言欢。你有完没完？你是陶醉。哇！有别的菜啦，台剧来了，大帅。你有没有见过世面？你可不可以停止一下？所以豆腐跟鱼，我跟你讲，豆腐跟鱼两个层次。OK， 请说。台哥，你嘴角有东西。等等，他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哈，你也可以先吃豆腐，也可以先吃鱼， okay， 都没有关系。是，但是如果你先吃豆腐的，先吃鱼的话呢，你可能再吃豆腐呢，就觉得那个味道呢，好像不够鲜美。哎，肯定是抢了它。了解。对，就是意思。所以先吃豆腐。哎，先吃豆腐，先尝一小块。对对对。那么，然后送一点小饭。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先喝一口汤，然后再吃豆腐，然后再吃鱼。那你先叫个车，你先回去好了，好不好？先吃，我觉得汤汁拌饭这事情太孩子气了。不会，在餐桌上不会让别人一定要汤汁拌饭，汤汁拿来干嘛呢？就拌饭的，要汤汁拿来干嘛？对不对？可是因为真正老饕好像不干这种事。我小时候在餐桌上如果这样做的话，我跟你讲，被家长骂。不会不会，汤汁还有沾馒头。不可以，那这个很居家的人类的做法。有沾馒头，对不对？请客的时候不能这样子，你只能够自己在家里吃，高兴才这样吃。对啊，你把那个汤汁跟饭还有菜全部弄成一个桶子，叫白云去吃，有什么两样？那不一样啊，那是我吃跟他吃。许杰辉他的生意好到他其实可以把空间，哎，你不要吃那么饱，你等下后面后面还有。对啊。不是，我还有那个螃蟹粉丝包，我很怕食物剩下来。哦，那你今天有的时候，就如果剩下来的话。浪费了，你留给工作人员吃会死。所以他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大家比较放松一点的用餐环境？因为像那个上次有人推荐你们家附近那个中南也是人多到你不可能，你再好都不得了。所以你会紧张到你没有，因为。这大家摩肩擦踵，你就是很难放松的吃。像那种餐厅，我就没办法，因为我要喝酒。所以冯记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对啊，所以我很想说，是不是可以在内湖？因为现在整个内湖南港已经发展起来，我很希望说会有一家很好的餐厅，然后用餐的环境也非常好，服务也非常好。那当然菜色这个，其实今天的客完一整晚啊，是吧？嗯，哇，他常常这样。哎，还有哎，今天的顺序应该是先夫妻肺片。再来这个鱼，再来这个螃蟹粉丝，因为今天为了克服温度这件事情呢，总统有帮我们请了师傅到现场来，让他推荐的菜能够用现场的温度就服侍。好棒！哎呦，真厉害！欢迎三位师傅，欢迎！欢迎！他们两个保镖嘛，没有，因为他是在复兴北路哈，就以前一家著名的餐厅，他整个给人家顶下来。听说他的肉有一种融合，我去吃了，他有各种口味，但是他有一种就是你。应该是从来没吃过叫做 wasabi 的烧肉，我真的没有吃过。再加一种 cheese 烧肉，这两种真的你吃不到，你的人生没吃过 cheese 烧肉，你是就 cheese。八哥，你的 wasabi 烧肉是把 wasabi 抹在烧肉上面？对，就是把肉片加上 wasabi 把它包起来直接吃这样。肯定好吃。肉质有很嫩吗？我烤的应该不错。是你在日本吃到了，然后回来做？其实是在台湾，其实做烧肉时间比较长嘛，所以研发了比较多的多种口味这样。所以从头我们可以请发哥现在开始，请他现场就帮我们做。好，而且这个一定要现烤，现烤。而且它是用石板加热的。你的心，你的心，你没听不落。我有点
有怀疑是那个全民最强老人在自己棚里吃不够，到我们这边来吃。我们是用我们节目预算在满足你们的恐怖事件。导演哥，你看出来？我今天特别请他准备几个，就是一个是那个 wasabi 的烧肉，那有可以牛可以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起司烧肉。你当初怎么发现这家店？那个是一韩国的朋友他们来，然后我们要找一个好吃的烧肉店，那他们都是美食，也是很在乎这种好吃不好吃。所以发哥现在直接就做瓦萨比烧肉了。瓦萨比，对，先做瓦萨比口。台哥，你觉得瓦萨比烧肉这东西听起来就好吃，合理是不是？听起来好吃，所以你会期待？会期待。可是烧肉重点应该是肉质，那个好不好？对，但是瓦萨比是。陈哥先给台哥吧，画龙点睛，真的。你看他愿意给你拍一下掌吗？台哥，你试试看。那不好意思，小弟不客气，先请，先用一点点啊。他万一又来一碗白饭，台哥，要不要再一碗白饭？那是牛肉哦。牛肉啊，有没有人不吃牛？我平常不吃牛啊，但是我偶尔我也可以吃。做别的肉给台哥，他不吃牛。我可以猪肉，这个可以拌饭呐，这可以拌饭。我吃那么多饭干什么？好，在发哥处理肉的时候，我们继续那个冯基的上海菜。Okay, 好，所以许杰辉本来你今天觉得顺序是应该先夫妻肺片，肺片怎么会是上海馆溜达？是吗？是啊，所以肺片你可以跟观众解释一下它的原料，其实就是牛肚牛杂嘛，然后相传是什么清朝。末年，然后那时候在那个，所以它不是肺，不是，那就是里面有这个牛肚、牛舌，然后它加上这个花椒，还有他们特制的这种蘸酱，然后他们是做成拌在一起，做成冷的吗？冷的。所以那年我们要吃夫妻肺片喽。哦，好，你认得是哪一道？我知道，夫妻肺片这个。哎，请问你吃过夫妻肺片吗？我吃过，就是牛肉嘛。就是在哪里吃到的？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什么老妈。在回答我，怎么办？菜拿来了。你是要听我讲？哎，请问你们每个人桌上有一杯饮料是什么？阿华田是哪一家餐厅？我不知道谁弄的，我建议的，就是港式茶餐厅里面 serve 的饮料。对。所以，哎，那里面是有香菜吗？有哎，在哪里？有香菜，我香菜不行。刚才孔哥把你的菜都吃光了。没有，我是因为他不吃牛。那你那个牛怎么样？那牛很嫩啊，鲜嫩，然后里面有一点淡淡的 wasabi 的香味。所以 wasabi 没有浓到会盖掉那个。不会，非常好。很好吃哎，wasabi牛肉。应该是两筷子肉。然后还有今天他烤的，我感觉我刚吃的是他可能怕我们有的人不吃生。太生。对，所以他烤了大概快九分熟。一般这个如果你吃大概六分，哎呦，那个是，所以发哥你可以，发哥你可以烤六分熟，烤六分熟，可以。哎，瓦萨比牛肉很好吃哎，台资员吃饱了，台资员吃饱了，没有，为了他刚把饮料喝完，一摊我就叫了，哎，还要不要再录啊？哎，续杯啊，喂，不能续杯啊，大哥要收工了是吧？没有，大哥颁给你好了，哎，这。没有的事，我刚刚是说你刚刚明明就这样一喝，然后这样一摊。台志源自己，我喘一口气。他自己把他的东阿华田整碗喝光哎。不是，他这我跟你讲，因为他这个东阿华田一喝就停不下口的。这个东阿华田也是你推荐的？我推荐港式的，港式。可是不会，他会占据味觉太多吗？不占据，他就已经全部都吃完之后，然后喝一杯。这是一种融合 melt，OK。摩的字呢？因为我喝过很多冻阿华田都会太稀，不然就太很假的味道。我跟你讲，对，今天有点遗憾，它没有碎冰。我跟你讲，在没有碎冰的情况下，你喝它一罐阿华田，我跟你讲，还是气死口味，很好，气死口味，气死口味，没有人要理你的阿华田，气死，没有人要理你的阿华田。台资源保民生，味蕾极限大挑战。今天做完，觉得有点怀疑你老公的那个穿，对。为什么老公一定要这样子吃一点点，这样很恶心的，这样做作？不是，因为你一开始那个香菜不吃就败笔了。对啊，不吃香菜。我就只不吃香菜，现在怎么了？真的，美食家不能不吃香菜。等会儿就鸭太熟了，我们请 S。哎，你今天说你不吃香菜，我真的是我不敢吃。cheese 口味，很好，cheese 口味，cheese 口味，没有人要理你的阿华田，cheese，没有人要理你的阿华田，cheese，怎么样，cheese 口味，来，cheese，好好吃牛肉，cheese，这比阿华田好多了吧？好梦幻哦，cheese，我没有想到
气死，这么好吃哎！怎么这么梦？你还是喝你的阿华田，我是气死猪肉，因为我小时候气死猪肉，气死猪肉来了啊！气死猪肉，因为我小时候吃气死牛排，我觉得气死味道好重，再来一个气死，它气死味道不会太重，对，它把那个气死的甜带到这个肉里头，我觉得很像芭比要去当兵的感觉，就是又梦幻可是又刚强。我觉得发哥的厉害点是他的每一个调味料都点到为止，很精准，没有很跋扈。发哥你好用心哦，你有在用心经营人生呢。这个菜哦，很适合小朋友吃啊，小朋友一定会爱死了。对，有点奶香，对不对？对对对，很棒。很棒，而且适合全家一起去出动。你停下来了。哦，好。你们吃牛舌？继续。牛舌我还好。你还好吗？牛舌好，辛苦了。没有，我跟你讲，它这个牛舌是超嫩的，然后里面它加的是那个有点像那个葱烧的那种酱料，哦，有葱有蒜，还有一些它调的汤汁。所以绝绝，牛舌试一下好了。所以绝。安心雅小姐，你是跟着大哥们才开始喜欢美食的吗？对啊，我平常其实很少在吃美食，都是吃。所以你以前加入这个节目之前，嗯，都吃什么？路边摊，就是观音图啊。你干嘛这样讲？观音图做的图饼。哎呦，哎，可是你说大哥们又希望你吃，又嫌你胖，是不是？对，就是每次我在吃便当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什么那么胖还在吃便当啊？你是艺人，你看你那个腿，那对，你站起来我看看你。对啊，你看那个腿，很细啊。有比较细的啦。像了，像的声音怎么？还好。有比较细的。瘦吧。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有压力，就是他们会一直提醒你变胖的事情。对，而且如果有美食来的话，我都会偷偷在旁边吃。那他们四个人有没有人私下约过你出去吃东西？都是大家一起。葱蒜香的牛舌，来你尝尝。然后并不是那种硬的要嚼的那种口感。哎，八哥，谢谢，好东西。哎，崇哥，你是这么如何？我跟你讲，这家真是好东西的，康永，这不是说替他宣传，可是没有刚才 cheese 牛肉好吃，是不是？因为你刚才 cheese 牛肉很嗨，因为他这个葱那个稍微重了一点，盖过肉了。哦，对，像刚刚 cheese 那个就是有一种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味道哈。然后瓦萨米你们觉得怎么样？瓦萨米很好吃哎，很脆皮。我觉得两道肉成功嘛，对 ，cheese 非常惊喜，惊松一点 ，cheese 有惊喜。所以发哥店内有大量酒精吗？有是不是？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他把肉泡在酒里面，然后给你？不是，因为烧肉店没有酒精，我无法原谅他们呐。因为你吃烧肉跟日本料理就一定是要配酒的嘛。有，所以烧肉店对烧肉店提供的酒都是烧酒吗？日本烧酒吗？还有啤酒。OK。所以台哥你也是吃那些东西一定要配酒，一定要配 sake， 一定要，或者是白酒，对，47度的白酒最好。你会不会很气吃日本料理不喝清酒的人？没有说错，不懂。就如同你不吃香菜，台哥，台哥喂食了，吃饭时间到了，三道你的猪肉。所以现在你在吃什么？看你还能够吃多少，能够吃下去。这是什么？泡菜，泡菜跟洋葱，对，蒜头，泡菜猪肉，三种泡菜，一定要刻一下。这个是洋葱啊，怎么样？洋葱的感觉怎么样？哎，他个人桌子前面已经吃四盘，连着第五盘。对啊，是在参加大胃王比赛吗？怎么样？洋葱猪肉。他变海，我有两盘，他塞过来。怎么样？洋葱盖过肉，洋葱你要吃白饭，你要吃饭啊！哇，就是想吃饭。哎，你一餐要吃几碗白饭啊？我到现在一餐都两三碗白饭，可以吗？哦，我在有时候在最大岛，我就吃三个便当。那你怎么还没有过胖？我运动啊，运动是为了吃更多的东西，不是为了身体健康，是为了吃更多的。好，那个从头麻烦夫妻肺片开始传。运动啊，有两个原则。运动第一，以不流汗为原则；第二，为了吃更多的东西。不是应该要流汗？不流汗，我也不知道谁跟我讲这个。所以冻阿华田有人要试了吗？冻阿华田应该有试啦，我觉得太甜了一点，可能要像台哥讲的，要有碎冰才行。哎，请教台哥，所以港式茶餐厅里面那个鸳鸯跟冻阿华田，对你来讲，我一定选的是冻阿华田。为什么不选鸳鸯？鸳鸯它是这样，喝了会睡不着。咖啡配上茶，对，那是肯定追不到，但是也很好喝，我也能接受。是，其实我很刚才表现就是一副暴饮暴食的样子啊，就是喝完整碗饭就把一杯冻阿莲倒下去，然后就趴在椅子上，就看起来很不像美食家的风范。今天这集做完，觉得有点怀疑你老套的那个资格。对，为什么老套一定要这样只吃一点点，这样很恶心的，这样做作？不是，因为你一开始那个香菜不吃就败笔了嘛。对啊，不吃香菜，我就只不吃香菜，现在怎么了？这美食家不能不吃香菜？谁说的？谁说的？你看一下夫妻肺片，我觉得真的香菜有画龙。真的有一点点的那种，你要试试看，
今天你试试看，破纪录，这五年来还是原今天是在今天，是谁来了？各位现场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台志源。我画一条龙，我干嘛最后才点睛？我不会先把眼睛先画上，我再画那条龙啊？你看到没有？怪的真是。台哥真的，台哥真的很正。这个废片不搭香菜，真的出不来。真的，有香菜的。真的，台哥我真的，我求你。我整个搅完之后，那个香菜的香还在，才。嗯，对对对。台哥，你试试看，我拜托你好不好？而且这香菜只有一点点。辣吗？好啊，你跟他太熟了，我们请 S 出嘛。哎，哦，哦。台哥啊，台哥真的，可能它味道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活人就说，我心中真正的老饕之神就是台哥。你今天说你不吃香菜，我真的是我不敢说。来，台哥，快把嘴巴张开。谁叫你中包青天？许杰辉美食太好吃，台志源品味遭质疑。许杰辉最逢季的三道菜，夫妻肺片还有，然后呢，螃蟹粉丝吧。哎，哇，不可能，螃蟹冷掉怎么比？应该这样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好吃？冬粉呢？真的吗？不会太烂？因为味道又浓郁，可是它又很清爽哎。哎，所以许杰辉今天很成功哎。哎，我觉得许杰辉品味比你好很多哎。真的吗？吃香菜，我真的是我不敢说。来，台哥，快把嘴巴张开。谁叫你做包青天？你吃下去了？怎么样，凯哥？跟我讲你的心情，有没有对他重新那个认识一番？你别再揉脖子，我怕。用蛤蜊吃了一条鱼。我靠！哎，不好吃吗？没有比阿华田差吧？你看冒还冒汗，你怎么了？对。我现在只能用舌头这样慢慢的把吞下去，我没办法去嚼，会有那个味道，不行。所以你真的无法领略它的美。你看，凯哥要哭了。真的你不懂哎，你台哥。你风声吗？是在寻求间谍啊？哦。哎，所以怎么？我糟了，我糟了。你糟透了，你不是香菜也不能香菜，你看是好像用心。请问你刚才喂它的到底有没有肺片的部分，还是只有？就是有我搭配好刚刚好的位置啊，就是一个 perfect bite， 对吧？对。哎，他这肺片好。Oh my god！ 哎，这五年来第一次吃香菜的感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你知道吗？与你分享的快乐，生活都是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而且呢，今天吃了这个香菜呢，他觉得那个心情真的是。终于在人生迈入50岁的那一年，他吃没那么老，是所以 disgusting， 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乐趣吗？好恶心哦。真的哦，哎，那你吃生大蒜吗？吃大蒜非常好吃。所以如果一个美女跟你舌吻的时候，用舌头把香菜递到你的嘴巴里去，讲到舌吻这件事情，好像已经40多年前。对，那太恶心了。我觉得它就很像，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你太太嘴里不能有香菜味，是不是？我们家全家不准吃香菜的。啊，我觉得这样子教养出来的小孩，可能将来也就不能吃香菜。好可怜，那肯定啊，对啊。所以即使是刚才这么多人，那个给你鼓励也没有用吗？狗，没用。我为什么要去吃它呢？干嘛鼓励我呢？是，我只是不吃香菜而已嘛。我别的我也都吃啊。我也没有说我不吃葱，我也没有不吃大蒜，我也没有不吃姜。我这是这些。好，没事，好了，你先过去，不要过去了。好了，没事，好了，没事。我服了。再录一下就结束了，好不好？等一下过了，所以完就带你出去晒太阳、拍台了。许杰辉，所以逢季的三道菜，夫妻肺片还有鱼，然后呢？
螃蟹粉丝煲。哎，哇，不可能，螃蟹冷掉怎么吃？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今天就是来挑战这一种没有温度的。这真的没有办法啦，这个会腥，很腥啊！而且螃蟹哈，如果说冷掉再吃的话，有一种阿摩尼亚的味道。这个哦，有些会。对对，那个是有泡过，应该是有泡过药水。那觉得先来吃它的这个粉丝，你觉得粉丝都不会腥吗？不会，因为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个冬粉里面了。改良上海菜怎么样？泡太久，泡太久，粉丝烂掉了。所以那个味道呢，浓咸就是刚刚好。我觉得到的确它的调味非常精彩，嗯，所以它跟那个鱼一样，就是它完全不会酱，因为上海菜很多人讲究那个酱油味很重，嗯，所以会很咸。互抢，这个没有，对，它的调味都很温和。所以汤是好喝的，是不是？你要试一点螃蟹吗？试一下螃蟹汤嘛。螃蟹现在，那你觉得它拌饭怎么样呢？还要拌一碗啊？哎，那个台哥，螃蟹里面黄是满的耶。哇！因为这个应该是用沙姆做的。这个，对不对？那个不行，那个我真的不行，那个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跟你讲，最正点的他又拿那个拌饭了。我一直避免参加这样的事。如果有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好吃？冬粉呢？真的吗？不会太烂吗？因为味道又浓郁，可是它又很清爽哎。可是泡很久已经烂掉了吧？可是我觉得它 Q 度很刚好啊。OK。因为我很讨厌吃，你知道咬不断的粉丝。哎，所以许杰辉今天很成功哎。他这个有加，他这有加姜片。哎，这怎么样？哎，想不到它现在是温度吧？它那个就是那个黄啊。对，嗯。它居然不硬哦。哎呦，嗯，还是软软。哎，我觉得许杰辉品味比你好很多哎，真的吗？ How dare you！ 不是台哥， How could you say that？ 不是台哥，你要下去了，你要下去了。OK， 什么东西 OK 啊？ Delicious！ 哎，台哥，那个螃蟹冷掉了还能吃吗？还可以。可以，这太难得了。这是老江湖做的菜耶，他历练很够哎。为什么冷掉还能吃啊？所以我也很讶异，因为一般我们这种冷掉怎样啊？怎样？还要拌饭？你在录影啊？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冲击啊？还有饭。哇哇哇！台哥，你是不是应该叫辉哥一声大哥啊？粉丝跟螃蟹怎么样啦？我跟你讲。你拿了两个蟹盖啊？扔一个，嗯。一只螃蟹才几个盖子，你一个人吃两个？哎呦，太嫩。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很懊恼？你带来动阿华田。哦，你们这讲的不就是便当吗？你干嘛从这个地方跟大三先吃呢？因为今天已经两位大哥赢了耶，对，就是他那个啊 ，wasabi 烧肉跟 cheese 烧肉也赢。对啊，我觉得你们俩很有深度哎。我只来一半，我待会还有。对，你知道虫虫说他上次在康熙介绍那个仙科有没有？哦，结果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实在很难置信。他说他在那边跟老板聊天，嗯，半夜一点半，哎，还有客人想要进去。然后老板已经打烊了，是虫虫把人家放进去的。嗯，一点半了，不是正常。因为慢慢讲，我刚刚请一桌朋友在那边。节目大哥都上年纪。我要请他一桌朋友在那边吃饭了，结果两点多两个女的进来，就跟交涉了大概十分钟之后就走。你说半夜吗？半夜一点多。怎么会两点多一点多到？一点半，我记得很清楚。两个女孩子进来交涉了十几分钟就走了。那个店本来应该几点打烊？12:30。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进得来？他原本是12:00就打烊，对，后来到现在没办法，因为再来被冻阿华田嘛。他排，哎，你阿华田泡白饭嘛，我的白饭也行。哎，这个很好喝，这个很好喝，阿华田泡白饭，好不好？好啊，乖好，北北，你在这边吃就不要讲话。你要搅拌一下啊。然后过一会哦，他又回来了，两个人就开始在那边拍照。我说是不是狗仔还是怎样？就一问，拍什么呢？是内地过来的朋友，天津的不知道一个什么报的记者，两个女孩子。结果他们来呢，就说他们是看了康熙，按图索骥，然后还特别去查到地址就是这里，因为后来就很多网络上在传这家店，那个老板的生意是忙到爆。真的是忙到爆，你是在逗我们开心？没有，半夜两点有记者跑去，真的，半夜一点半，就接着两点多又来了七八个大学生，
他们说我们是来的，然后他们为什么都那么晚去？没有，他们因为就从垦丁玩玩上来嘛，所以是活人是不是他们？我有特别注意，因为他们地上都有影子，有，然后休闲就是拿碗装水把钱丢到里面。结果后来他们就说他们都是看康熙来的，然后来这边要吃的时候，就结果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说你们下次来，我拿那个名片签名，你们凭这个那个老板阿龙哥给你们打折。你说签你的名字？签我的名字，对。后来他们拿了名片就飘走了。你有经过老板？有，老板现在变得好朋友了，因为他的店是就是因为康熙，就因为我们上次来。可是如果人家真的从天津去。扑空了，不是好可惜吗？就是，但是没办法，因为员工都放走了，嗯，老板一个人没办法烤，那个炉子已经关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你今天是要捧红发哥是不是？哦，没有啦，就是发哥应该店里本来生意就很好了吧？他本来店里生意就很好了。我跟你讲，今天如果他们两个赢我了哈，那这是胜之不武。因为你们讲的是便当菜，是不是？你自己吃的你的便当你怎么吃完人家的菜？你现在撂什么狠话？你什么时候把两只？哎，你真的是 OK？ 你吃了一整桌，你现在在讲我们？你现在发什么牢骚啊？对呀，便当菜你还会带阿华田？阿华田是配的饮料啊，是不是？虫虫，你这样就不厚道了。我们什么时候在焖锅的时候，你有带过一个东西来吃看看？我有过啊，从来没有，哪有？他有有有。我帮你讲话，你还拖我一趟。他有带，那天我请假吗？他带的那个我们都不吃的，你知道意思？我只要每次出国或去哪回来，我都带那个点心什么回来。什么点心？你那点心能吃吗？呸！上菜，你们真的把我们这当你们的摄影棚。小彤，你说烧肉只是你的今天推荐的一部分啊？对，因为烧肉这个是就是宵夜什么大家都可以吃的嘛。我现在介绍一个是哦，这个老板是比 OK 还傲的啊，他就是很奇怪的老板。我是美食大师，我现在变 OK 了，到我这边来干什么？哎，美食大师是徐志辉，还没不要翻桌，因为上面还有阿华田在，好不好？你的家属，你的亲人一会儿就会来看你，好不好？好，所以你说这个 OK 老板，我跟你讲，他长得很像那个传说，就是那种漫画里面的那种日本的那种生鱼片的师傅 ，OK， 满口烂牙，长得像这头猪。他有喜欢你在电视上讲这些事情？我估计他应该不会看到这个，他很忙，他就绑一个那个头巾，然后满嘴都是那种他的那种工作的那种。秘诀 ，OK， 他的生鱼片是带皮的，啊，带皮的生鱼片。你今天带生鱼片来棚里面，哎，放这么久可以吗？哎，你试试看就知道。我跟你讲，他这生鱼片哦，都是今天的凌晨到基隆的看妈定去抓最新鲜的。哎，你们两个人今天出险招哎，全部都带海鲜来啊？哦，没有，我有烧肉。我跟你讲，他这个根本就是不是便当菜嘛？你这不咱们跟你讲不是便当菜，看见是。都可以。它这个带皮的比较少。我没有吃过带皮的。你吃鲑鱼，你吃鲑鱼。它这个皮有先用那个火简单的烘一下。所以带皮的不会恶心哦。啊，不会，它有一点脆脆的口感，你吃吃看。十五分钟。感觉怎么样？还行吗？然后它的肉的部分是又嫩又。你不要被它的话牵着走了，我告诉你，它的两分钟都没反应了都。那不行就不行，没有关系。是不是？哎，重点是小 S， 你的肠胃还好吧？放那么久了。没有，它就是很像路边的那种很台式的日本料理。嗯，就路边摊的那种顶。你知道有一种台式日本料理的味道？我知道。可是台式日本料理也有台式日本料理好吃的味道。对，就是很台式，但是我来尝一下就知道了。我吃。你还要尝啊？哇靠！哎，这不能拿来配饭了。我这不配饭。台爷，你别这样玩哦。带皮的那个比较好。这个不是，这个我要吃这个，它吃肚。带皮的 OK。它这也带皮啊。好吃是好吃，可是就不是走精致的肉。鲑鱼要吃那个路线是很豪迈的感觉。鲑鱼肚我吃。我跟你讲，这个老师傅。可是生鱼片，台哥讲得出什么道理来吗？他应该讲得出来道理，真的。台哥是吃日本料理也是很厉害。怎么样？你说他可以为了吃好吃的生鱼片，然后去排队站在那边三个钟头，他是这样的人，还可以，还可以而已。他说还可以的话，那就真的是还可以而已。哇塞，他是对这个非常龟毛。他生鱼片，他在挑那个部位，还有那个常常有客人去吃，就是啊，我们讲生鱼片，他就把上面这样拿起来哈，他说啊，我虫虫盖小来，他把这个放回去，然后从下面拿他珍藏的那个部位，高级的 ，OK， 对，但他有一个就是令我非常感动。我跟你讲，那是你啊，你讲的话从头干，他从下面拿，他以后讲说我台资源盖下来，他马上穿潜水衣下去就抓。你说对没？穿上去啪。经过今日最大档老饕们推荐，以及一连失控的演出，是否已经笑开怀了呢？还有更多精彩爆笑内容，都在明天的节目中为您呈现。